古天乐有没有？古天的感觉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香港的有没有？再来，好像港星不相信。我过几年到了你的年龄，就是刘青云了。啊，不，刘青云那个戏，刘青云蛮好看。对不？啊，前真好看。但是啊，这次我们刚刚回来嘛，昨晚他在马来西亚虽然是新人，很多年轻人争着跟他拍照。真的。隆重翕相的少年家，讲十七八岁、二十几岁，拢跟翕相，哎，拍照。哇，我嘛无老气。你看就是红包啦，无啦，应该翕相的啦。来跟我翕相，隆重伊讲讲，一件讲讲红女啊，翕相。你行落去，卡个红女啊，等一下，我跟你翕相啊。其实我昨天这几天我们去马来西亚宣传嘛。是啊。这个王力大哥在我的眼里是在歌台很搞笑。对不对？就很像吴宗宪那样搞笑，神经病神经病，然后弄观众很开心。可是去到马来西亚，哇，我吓到，安坐，我的粉丝，这个很像天王巨星啊！我们的 band 走不了，因为他今年咩？我讲真的，真的，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人在你的后面追你啊？我没有，我们要上 band， 他们全部就挤在 band， 隆重当的签到我。没了，我很少去马来西亚。我们宣传这一次是面对面的，是，没有舞台的，靠近。跑巴沙马兰啦，跑霍格森德啦，近距离，全部近距离。还有一场，我记得是场面失控，比如说这么多人哦，我们没有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然后到了我说话，因为我新人嘛，其实没有人听我说话，全部跑去王力大哥拍照。你想你在说话，全部人跑去跟他拍照，多排谁？八声。对，所以讲哈，我跟唔知我们的线在那红，你知道？很讨厌嘞，一直讲要跪拜。这观众朋友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哈，他上车一直讲，原来我那么红，真的我不知道，我都吓到，哇，真的。所以那是新加坡卡红，还是马来西亚？现在我认为是马来西亚。今年哦，我觉得真的没有变的。我去到的地方，我跟你说冰都不能走。我吃一个地方，你看我吃东西，每个人都来挖我。我真严重了。我有真多人搞声，搞声来，哎，拍照。我袂欢喜，等出来，等来尽量。谢谢李国煌，呸！你不懂，你不是李国煌。哎，吴达宝，吴达宝小生嘞，你是李国煌。无啦，那是真的有红，可能你是伫台湾播了，是嘛？是伫台湾。希望。但是我去九份哦，都很多人找我拍照。真的。吓到笑归也笑，那边也播。九份啊。对啊，但是我跟梁志祥讲。讲拍电影讲红了，歌台我还是喜欢歌台。是，我一直跟他讲我喜欢歌台，他问我很多次，哎，王雷大哥，你喜欢歌台还是拍电影？我说我喜欢歌台。歌台就是你的家。错，我真觉得他们这样，翕电影还欠三个月少，歌台现落台现也开始拍。说的也对。来，再来第一首歌什么歌？第一首歌是《亲密爱人》。啊，哎呦，这首歌。亲爱的人。亲密爱人呐，苍梧阳啊。哦，这首歌我帮不了你哦，因为他不是唱歌台哦，但是他的歌有人家说，哎，不错，对，不错，我有听过，是不错哦。来，帅哥来唱这首《亲密爱人》，你要自己保重啊，要学东西就这样啊。OK， 两导交代我该夸掉，没有的，歌台没有的该夸掉，要自己独当一面。